李先生。乔姑娘。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失魂的下落，我查到一些线索。十年前我们放走他时，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，是出自薛玉镇采莲庄。不过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。这人海茫茫，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也是不易了，多谢乔姑娘。李先生不必客气，其实今天我来还有一事。乔姑娘你说。昨天那个香囊。你不说我倒是给忘了。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，我便把它收了起来。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，应当还你。乔姑娘。这香囊是我亲手给她做的。十年了，我守着这个念想，苦苦等了十年。虽然也早想过，即使他迟迟不回来，便是答案了。只是，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，可真到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，我还是……乔姑娘，此人已去，也不用太伤怀了。李先生。我曾经有过一瞬间，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。